买衫买啦冇，买衫买衫。冇。我会好好过。你点会？你应该说我醉酒的样子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是开头。我会好好过。我们今天终于不是在扯了，因为人在 blur and then 终于是我开始 vlog， 然后这个人呢就在后面。我很专心，我不可以看什么的发型师，看他专心的模样。因为呢，我们今天就有一个重要的 event， 不是我们结婚，你都缺了，是我们要去我们的教书的朋友的婚礼，然后人家结婚，他们好像我们结婚这样，然后就要绑很美。这么你不要从这边开始绑，不是比较漂亮吗？没有，你看我这样，你看我这样很拉，一条一条这边。我真的很多叉叉。对，因为你的头发很。我觉得这边开始绑比较漂亮，也是 OK 啦，其实。没有，因为过后你看啦、啊，有点空是不是？你可以慢慢这样子拉出来。哦。遮了它那种洞洞。OK。OK， 我现在绑了这边。你看他几专业。你看看到这样子一条条吗？然后是这样子。这边有一条，没有，我要拉出来的，因为你头发有点太直了。看到吗？我把它绑这样子。厉害啊，聪明啊！有人请你去绑头发啊？哎，只有低调不请了。哇，每次都请了，惭愧。那看到吗？你可以自己看旁边，你看不到你的头黑。我不是看到这里有一个洞哎，但是还会拉出来盖子是？啊，对。等一下我还拿，因为还没有绑完，这个是要连过去这边的。斜快啊！你看，分别，叮，好像眼睛有变大。其实还要换买下面。我 fail 了，对不起，很 fail。真的很久没有涂 mascara 了。我以为你一直都有涂哦。我没有啊，我都是画眼线嘛。看我自己。虽然是有点肥，没有肥咯，比之前好，很 fit 嘞 ，fit 了。他难得会讲出人话，什么？我平时讲的是鬼话吗？我们可以重回看回以前的影灯的时候，他骂我的话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哎，今天还有给我那个眼影哦，你可以打、哦、这边那个亮亮冰冰那个。看眼影，我也是有眼影。哦。我有亮，可是用可能不是很亮，我的可能要看你的有没有够亮。有 Angelina，Angelina， 감사합니다，你要借我这么多东西。孩子，谢谢你。我们因为我的嘎杂毛现在好多嘎杂毛。没有，我们做一件蠢事，但是很有效。对。就是他夹了，然后变嘎杂毛了，他的睫毛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，我们这梳子，我们太 cheap 了，没有去买那个梳睫毛的那个梳子，竟然讲 OK， 我就跟他说，真的分叉吗？但是他把它分开了，看到吗？好像真的是有分到了，很明显有啊，所以各位，你看没有梳子，我们可以用这个。没有嘎杂毛了。你看他很挑特，很陶醉，好不好？快点，你要买这个梳。OK， 这是我化完妆的样子。很不像我，你看我眼睛。弄到我想再涂那个冰冰多一点哦。就是开心。很不像我哎，怎么办？真的一点不像我。现在有点黑，现在在驾着车，我们现在去的那个。我们迟到了。嗯。因为我们是迪比特的华人。有很迟吗？华人的婚礼都是会迟。现在去也是四分，我们才迟十分钟吧，没有很迟啊。去到就不止十分。
我们现在刚刚去完那个wedding，然后喝到有点醉，我的脸有点红，是不是很可以看？我的脸真有点红，坏小孩，很乖好不好？好啦，我本来想说，我那天过后有一点时间，可能去点沙巴，可是该下雨，算了，两个可怜的人要冒雨，不过是毛雨，做一小事情。对，我们可以去点沙巴绕一下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下雨。可怜的小孩。 我们会继续交乖乖的睡觉，不是软发。屁呀！我要激起那个精神，软发我的眼袋都猛能翻了。软发，都很酸咩？太早睡了。我也是觉得。好像没有穿衣服，现在。就感觉那个wedding是这样的咯，wedding都是比较感动。我觉得很感动哦，因为一个人10年了可以找到他真正的真爱，然后其实应该是7年啊。听他们说好像是7年。 7年哦，我觉得很真爱咯，真的很感动。这里不绕出去。我在找这门口啊，这里在哪里？刚才是门口啊。是啊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喝酒，醉了。我醉才讲的。你醉了还看到出口 ？OK。Of course。这有戏。这边我是没有醉。这边我是对。那人真奇怪，这个满月一直要绕来绕去，都绕了很久。 如果我们有去米奈的话，我们就给你们。缅甸真的很好玩，而且它的宵夜必吃啊！亚洲啊，亚洲还是亚面来，forgot already。没听过啊？我没听过亚洲咯，亚跟粥称的咩？啊，超吃！亚肉跟粥，亚面还是亚洲，忘记了。我跟他有去。面还是粥啊？啊，忘记了。很好吃啊，总之，而且毕竟过怡保，而且那时候又可以去怡保哦。哦。See。 总会3天2夜4夜到，night天嘛。医保，想到那个night。啊？其实我们差点去医保。哎，休息先。嗯。而家翻屋企啊。翻屋企，我哋有重要嘅任务要做，就系咧染发同埋收指甲。佢有重要嘅任务，帮我做。我就而家做阿四。 真系惨咯！佢帮我化化完妆之后咧，我个代价就系帮佢染发，同埋收指甲。而家好黑，因为我哋系车里边。不如阵间先影啦。跟住我哋点解要讲广东话咧？我哋可唔可以影二人相？然之后咧，我哋要即刻 post Insta。 得唔得？OK。OK，你讲噶，唔可以翻口，唔该，多谢。Post咩？人哋结婚点样铺我哋嘅合照咧？Memorable night。我会好好过。仲有八三万啦冇？买衫，买衫。冇。
我会好好过。你一定会，你应该放我追求的样子，哎、对吧？那个是开头。我会好好过。Title Flop， 你记 Zero How Many？ 九枫叶。我觉得 The Drunk Night。我难得会这样子咯，第一次。OK， 我们现在晚上了，差不多。那几点了？看一下，铃，看到吗？我现在是忙了，其实。我感觉看不到我自己在照什么。这个人哦，就偷我的眼睛啊！明明我才是近视的人。应该。对，就是。现在是2:39。对不起啊，你看我们很囧的样子。2:39。因为我们刚才还化妆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 ending。无论如何。现在是2:39。我牛死。没有。对，我们就。我都很帅 ，OK， 这样子。我要讲他的手的声音很厉害，我觉得给各位的观众看，哇。就是做 gym 的结果。OK， 可是还是那么大只。OK， 我们个人觉得很帅。嗯。OK， 现在2:39，我们现在只是来做个总结的 ending。嗯，所以就我们下次再见。希望你们今天喜欢今天我们胡言乱语的 vlog。OK， 我们就是要不同一点的，拜拜。上次是哇这样子吗？你跟我讨论，这一次要怎样？这一次是，不用了，还有算了。没有想到。OK， good night， 再见，拜拜。